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玩返校，这款游戏啦。好，那我昨天被吓得惊魂落魄啊。然后我们要找一个钥匙，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跟这个严苛有关系。然后那个我有看那个其他的外国人的 YouTuber 的那个玩这款游戏的反应，然后有些人不知道就是。这个是干嘛用？这是看眼睛的。当然，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一般就是现在的话，小朋友应该去外面配眼镜的话，应该都是直接拿仪器把你测了，不会叫你看这些东西的。就是以前会看这些东西去看你的视力，因为左边你看，左边有 0.1 啊、0.2 这些东西，那就是遮住一只眼睛，然后左眼、右眼看一次，然后两只眼睛一起看，这、就是测你的视力。那然后我昨天开灯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。想说会有什么事，结果发现就是右下角有个阴影，有没有？好，灯箱角落有个影子，这个形状，把灯箱拉起来看看，怎么啦？哎呦呦呦！好，不能关灯，好拿起来。卫生重病，好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刚右边出现一个人脸，大家没看到的话，我后置会标一下。一瞬间而已，一瞬间。好，那我拿到钥匙了，我们可以去开门了。那我们刚才拿到交火饭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存个档。哇，玩这款游戏真的很紧张。那我们拿个脚尾饭吧。走路跟那个《阴尸路》的僵尸一模一样，真讨厌。拿钥匙，这边一样用脚尾饭，要不然也没办法躲他，然后要开钥匙，开门啊，等错。好，进去吧。对血液，紧急用的淋浴洗眼器。水盆里好像有些什么，又是一颗骰子，第二颗骰子。大铁箱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气味，这瓶是松香水。松香水，好，看一下，最近好像有人用过的样子，地板湿湿的。看一下这个骰子会讲什么。第二颗骰子看起来是一组的，不知为何散落到不同的地方。挥发出刺鼻的气味，通常用来清除油漆和脏物的。我看笔记有什么。校内禁止赌博，出现这种公告可能确有其事。好，应该没东西的吧？看起来是没东西的。好，这边的门应该就是刚才我们保健室那个门，从这边开锁可以进去了。我靠，这个音效！好，又脚尾饭又可以拿了。那我可以再出去再进来看有没有脚尾饭吗？还是用掉之后才能用掉之后才能再次拿到？好，我们记住这个地方。以后拿脚尾饭就在这边拿。好，记住。好，走吧。不要过来。这真的很恶心耶！我想走去哪，忘记了。好，我们去。我们有一楼不是有那个。那个什么楼有一个房间吗？然后都是就是那个协议。好，我们去那个房间一下。这个地方不能进去了。我像超怕走廊有那个鬼魂的丧尸。好，我们姑且叫他丧尸好了，因为他很像丧尸啊。
个笑声讨厌，我快点走，不要叫了啦，走路一跛一跛了，好暗哦。靠背啊，这么暗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是这边吗？好像不是哦。向导，这应该是这里。肯定存个档。我这个人怕要死，因为万一一个失误挂掉还要重来，我可不要。OK。但我听到那个机械在运转的声音吗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真的觉得有鬼魂在，有没有看到？应该是有。通常阴暗的地方应该都是有东西的，应该有。好，走，不要叫啦，快跑！啊，走哪里啊？啊，这个。应该是这个符咒吧。好，应该是用这个去冲香水去除它，洗掉墙上的符咒。好，应该可以进去了。全国地图为了考地理背得昏天暗地，有什么也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住的城镇有什么都搞不清楚，看其他的地方就更没实在感。上面有个地方被特别标示，公有北北的家乡在那里吗？哦，这是公有北北的房间嘛？可是我看不到那个什么被标示出来是在哪里？这个有一个美工刀，生锈了，但刀尖还是很利的样子。哦，对，美工刀，刀片啊，它就写刀片。桌面被戳得坑坑巴巴的，公有北北会这样搞破坏吗？那声音真的很可怕。公所发的日历，每个人家都拿到的样子。毛玻璃，女明星的海报，像那个有没有那个以前的窗户都是长这样子，十分没有那个保护作用，就是一个可以挡，就是你看不到里面，看不太到里面啊，你也看不到太外面。我觉得这种玻璃我是个人不太喜欢，我觉得那个而且隔音效果又不好，我很讨厌这种玻璃。好，走，不要突然吓我。哎呦，好，整个房间都是烟和酒的味道，快窒息了。哦，公公北北的房间是这个吧？然后桌上有一个瓷碗吗？看一下，有虫，小虫，有点缺角的白瓷碗，好像被桌子吸住了，拿不起来。仔细看碗的内侧有许多刮痕，这根本就在赌十八倒了。看来校内有人剧毒，并不是谣传。好，感觉就要丢骰子吧。不过还有三个印子，有没有？应该要拿三颗的样子。我们先丢两颗过去。要筛筛看吗？不过之前看夜市的香肠摊，洗白桃花好像要三颗骰子，对，我猜的没错。所以应该这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桶，扫地常用的水桶，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，又是一颗骰子。哦，三颗，可以指的。桶子底有些暗褐色的痕迹，这个味道还有小虫盘旋，别再看了，会想吐。好，丢。哇，这什么啊？牙齿？我不是丢骰子下去吗？哇，这个会变魔术啊！上面的点数不可能吧？我们也很确定。新增笔记：骰子、牙齿。将捡到的骰子投入瓷碗后，竟然全变成牙齿，连上碗底。上面的点数是否有什么意义呢？牙齿、骰子。OK。
这声音，碗松动了。获得物件，瓷碗。工友高伯伯房间内找到了瓷碗，原本被用来赌骰子，所以校内有剧毒是真的，是工友北北。以前的时代就很爱赌啦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以前的休闲活动不多吧。然后赌博就是冲一发，冲一发就是赢的就是多赚钱嘛。多一个纸条，板凳上出现一张纸条，图文插画歌喉。呜呼哀哉，童男死，以此良机诚可矣。文景举血拨碗红，乾坤卦象藏其中。图文插画放在落落单的课桌里。呜呼哀哉，男童死。OK。所以我们拿到了碗，真不舒服。拿到了碗，又拿到了瓷碗，啊，拿到碗，我讲什么？又拿到刀片，然后魏仲廷在那边，这道理，突然觉得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好啦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所以我们要去礼堂，对魏仲廷做什么事情吗？别叫啦！哦，哇，那声音很讨厌呢。魏哥哥，我来了。不是吧？真的要啊？感觉就是啊，线索。好吧，哎呦，不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啊！你不要张开眼睛，你不要张开眼睛。写轻轻的流进瓷碗，取得物件，剩血的瓷碗，看，他真的张开眼睛了，干你娘！一瞬间，一瞬间，他没有整个张开来。我刚离开的时候，他眼睛有张开来。对不起啦。可是为什么女主角没有讲话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靠，喵嘞！看还有没有东西。他真的睁开眼睛了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听到那个血在滴吗 ？Holy shit！ 我想这是我频道以来骂过最多脏话的一次了。哎呀，怕你不成，怕你我就是。哼，我要存档。哼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门是在哦，我忘记哪一楼啊，三楼吧，三楼有那个桌子，然后看不清楚桌子上的字，所以应该是要弄血迹，铺上去吧，也不是说淋上去啊。怪物吗？我记得有。这一张吧，我记得是这一张。对，这个。给人一种孤单的感觉，都没有暗褐色的印子，还有一些刻痕，像文字又像图案，光这样看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弄这个。写圣剑的桌上的刻痕，有什么可以把桌上的刻痕印下来？笔记本吧，用纸去印。使用周记本拓印，哦，写拓印。好，这个我们刚刚得到点数，又有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不是可以去开一个门吗？那个门在哪里啊？
应该是一楼吧，二楼，二楼是右边那边，写着的数字和意境的卦象。OK， 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呢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究竟是谁呢？小屁蟹啊！我最讨厌人家笑。是从哪里走上去啊？校长室这边吗？我再重新知道。好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楼啦，我记得是一楼最右边那边。因为我们在二楼还是三楼那边被右边被挡住了嘛？这样会不会太早按了？完蛋了，刚好反方向，我会挂掉、啊。我好像会哦，加油！快跑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吓死我了！好，623，所以是六是上下是中间的，这个62，然后二呢？二是上面的，上面，这个，然后三的话中间。不要笑啦！这个大手发出金属摩擦声，摩擦，好，可以上去了。好暗哦，好，这是二楼那边过不去的地方。OK， 不要笑，门被定死了，进不去。好，这边有教室可以进去，我们先往左边看一下。这个人很熟啦，我一定要这样走。这边有门，我们先进去教室好了。这网上课表也没什么用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之前三楼这边进不来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进去教室好了。哎，不要吓我。好，有拜有宝贝哦。然后他，对，大家知道脚尾放的由来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啦。然后现在的家庭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脚尾放这个习俗。我以前小时候，家人就是我记得是拜灶神吧，我忘记是不是灶神。就是以前小时候，不知道哪个节日会把那个，我们会摆一张椅子，然后在厨房门口那边，然后就是插上，就是有饭嘛，然后三根香，然后插一个。不知道是筷子还是什么，我也忘记了。我家好像不是插筷子，是插一个什么过年会看到的东西，那什么一个红色的东西。我家以前好像是挂那个，我也忘记了。那这个就是给好兄弟们品尝的东西，所以叫脚尾饭。那这个东西就是以前如果吃饭小时候爱玩嘛，不知道啊，就是会把筷子插在放上面立着，你就会被。那个爸妈嘛，干嘛？对，但是他又不会告诉你为什么，说不要这样做，然后一脸问号看着他。好，所以这个脚尾饭就是给好兄弟的。哦，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这个家里，像我觉得乡下应该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了，所以就是也蛮怀念的啦。以前都会，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家里还会拜，最近我们家后来就没什么在拜了。好，这是下一个地图，辅导室吧？为什么辅导室在这么远的地方？辅导室，好，我们先往前看好了。哎呀，前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东西。好，没东西。哦，
不要笑我，我真的最没胆，打不开，这里锁上了，哎，锁上了，哎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有 boss 啊！靠腰，这啥小？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这好快，你等我，看到吗？好长哦！哎，如果死掉会怎样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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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了！我不想玩第二次。有人叫，哎呀，很近很近很近！为什么路变那么长？有人慢慢慢慢慢慢。好，这是哪里？可以出去吗？不行，不行出去了。我们先看这个后面这个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整个墙面都是佛号，门消失了，四周都是墙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好，看一下哪张纸条，对不对？不要笑，不要笑哦！辅导记录，好，这边好安静哦，我觉得等一下你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一张破损的校内辅导记录，2017母亲委教管消极缺旷早退等行为，个案尝试正当休闲如阅读，负面情绪有渐渐正向调整。下面是个师长的签章，辅导教师张明辉，主任教官白国辉，校长沈静，然后殷翠涵，然后上面写什么？哦，被撕掉了，所以看不太清楚。这个时期跟那个这个人是一样的吗？你看，黄敏昌仅仅是17，然后骨折，感觉是哦，感觉是哦。好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靠腰，先生，你先怎样？为什么在家里？我的床铺，其实我还蛮能床的，所以嘞，你现在怀疑的是为什么你在这里吧？窗外起浓雾的感觉，看不到外头。这是吵架的声音吗？听不太清楚，好，看一下这个，好累。人们都说青春正美好，结果为何是这么累？干，我在开镜子啊！离开学校以后又该去哪里呢？会跟妈一样吗？不要，我不要看镜子。何必想那么远呢？我最讨厌看镜子啊！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是啊，防内心，再难过。也要抱着希望啊！起码这个周末有事可以期待。什么事？哦，还好没事。想到有人说半夜不要照镜子，那你干还照？衣橱厚重的衣柜，妈说这是她的嫁妆。哎，怎么突然弄那么好？以前的嫁妆通常都是像那个什么家具啊、冰箱这种的，以前的、啊。我看一下垃圾桶啊，妈怎么随便这样丢我的东西啊？垃圾桶也是旧照片，我看一下，好看不到，看一下一个脚踏车这样子，丢在房间里的垃圾桶的照片，里头写一段文字：在生活中应当怀抱莫大的希望，并以热情和毅力来开拓自己的希望。以前高中生、国中生啊，高中生很喜欢写这种文字，一小段话来勉励自己。因为真的读书很累很辛苦，但是殊不知出社会更他妈的辛苦。好，我以前会做这种事情的、啊。我以前会写说什么那个什么，我想一下、啊，我忘记了，像什么，比如说自己的努力自己知道，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就好了。对，像这种话，哎，这种话是勉励自己吗？OK， 好，实在很过分。
说到这个，家人通常都会看到你家里有什么，比如说你房间有东西掉在地上，然后自己就把它拿去丢了，这蛮讨厌的。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大声？又在吵了？对，是他们吵架的声音。有点困了，还是回去躺吧。人家桌子又被妈妈整理过了，说是好意，我只觉得自己没什么隐私，真的。哎呀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？哦，爸妈在吵架，其实爸妈吵架对小孩子的影响力真的很大。真的听不太清楚哎，我只知道他们讲中国语啊。好啦，上床睡觉吧，应该没人。等一下。OK， 好，睡觉吧。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好，折了架子飞机，载着我的梦飞到远方去。路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身处一帮。在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做回自己，那该是多么美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要笑我。哦，成就解除锁定异乡。 OK， 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礼义廉耻。 OK， 像是这样存档中。哦，太好存档了。为什么到这边呢？司令台，所以这是操场的中央。好，这样存档，我们这节就告一段落吧。旁边很多纸飞机。OK， 然后刚才他讲的一段话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如果身处一觉醒来，发现身处一旁，那大概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那该有多么美好？对，刚才是讲类似这样的话。好。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哦。那希望频道换到平常订阅，换到粉丝页按着赞，也尊重最近假期。那也顺便按一下影片右下角的订阅，有一个小图示跟一个红色的小方块，可以按一下订阅。那谢谢大家这集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